我们的骨盆跟腿之间，因为髋关节很活，很活嘛，髋关节很活嘛，是不是？所以上半身跟下半身是在髋关节断开，啊，有没有？在髋关节断开嘛，所以你的髋关节不稳定，骨盆就不会稳定，啊。好，我髋关节稳定了，腿稳了以后，我的荐椎不稳定，荐椎摇晃，上半身跟腿也不可能接起来，所以上半身的力量要跟腿接，要用荐椎去稳定，荐椎的方向要往你的腿上面去，啊，你马步的时候它就是在中央，往下沉，力量就到两条腿。当我们这样子的时候，当我们这个步的时候，荐椎就是往下去接后腿，啊，所以荐椎的位置是这样定的。